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讲了，我第一个小屋快要完成了啦。我看出来了啦，我你知道有人说小旺不去找阿神吗？不要，他那个太可怕了，他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我好了，去看一下好了。我也是，他有他的人生。对，他有他的人生，我们不要去干涉他。我的，为什么他有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而且他的马为什么是那个颜色？等一下，我要吊他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钻石马哦，钻石的哎，好扯哦。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骑完就走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而且那只马为什么是这颜色 ？What？欸、你要不要把这边的坐标记一下？如果我也传过去，我们是不是就传不回来？哎、欸，对呢，对呢，对呢，坐标记一下。有有有，我有记，我有记。刚刚不是有打？有记吗？你确定？没有哎、欸，等一下啊、哦。你先把你的坐标跟我讲一下，我写起来让你看一下。老师，请说，请说。你想去尿尿？不是啦，在尿尿之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讲啊。等一下再说。你的坐好，那我传回去，等我一下。我先传回去啦，是这里吗？这是哪里？我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没事啊！啊！我的装备，我的装备，这里是哪里？完蛋了！等一下，我回去博森那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哦，还好还好，啊、哦、吓死我吓死我，谢天谢地，哦，谢天谢地啊！哎、欸、呀，我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，我差点我刚死掉了啦！为什么？谁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阿神离开游戏了，可是我过不去了 ，no！ 哎、欸，阿神加入游戏了，等一下啊 ，TP。所以你坐标记下来吗？哎、欸，还没呢，你要不要记一下你的？哦，你做事哦，哦，交给你做事，没一件做得好的。为什么阿神把那只马弃掉之后人就不见了？等一下，不是，他没有骑回来的意思。哎，那只马在哪里？等一下啊、哦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看到那只马了。你跟我说一下你的坐标嘛，快点，你说。哦，我这边吗？嗯。哦，336，336，69，699。-1673，1673，好，咻，过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哦、没有扣血，好险。哦，什么怪声音？哎呦，哎、欸，啊，骑回来了，把马骑回来了。哦，那是钻石马、欸，哎，太屌了吧？哪里有钻石马？那个骷髅马不是骷髅马，那个你传到我这，你传到我这，我带你去看。不然你传阿神那里好了，因为你这样我已经到了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哇，好扯哦，钻石马哎、欸，哇，钻石马哎、欸，怎么会换真是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有钻石马？不爽啊，烧掉啦，烧死啊，烧死！啊啊啊！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真是要隔山观虎斗了。哎、欸，那只马不会死哎、欸。会吧，欸、好了，不要杀了，不要杀，见不得人好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洞洞、欸，哎，还是我们先不要过去了。我他继续他的冒险，我们继续我们的农村生活。哦，那你先回去啊，我再传你。哦，先回去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神奇马厩，我们不能输对方。那是为什么啊？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阿神去那个洞窟，可能找到马鞍。哦，所以，对啊，动作好快啊！完了完了，有点夸张的哦。我要赶快钓到，不然你要不要也来陪我一起钓马？我们去把马骑过来，用钓的哦。因为它好像除了钓啊，不然就是你要去寻宝，然后去地道，就像那个地牢拿马鞍。可是我没有鱼竿哎，帮我做一个吧。你没有鱼竿了、啊，那你可以找菜渣拿。嗯，等我一下，我钓个鱼。好了，这只给你好不好？啊，你用完了给我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做一只，
没问题啦。哎，等一下，哎 ，z z z， 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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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是是，八号四，睡觉睡觉，大家睡觉。啊，我要睡了，我要睡了，呜呼，回我的高塔。小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光，小光，我年纪轻轻，年纪绝我，偷我梗。虽然我的梗也是从别人那边来，没有，是看到觉得很像。我们这边停时间。哦天哪，博生小光，你们两个怎么这么英年早逝啊？洗回来了，太扯了吧！他没有用 TP 的骑回来了，太神奇了吧！他帮我们生了一只马，我要抢他的马鞍。哇，那他妈骑进去羊里面，他想要蒙混过关吗？不，不可能。就算是钻石，他也不会成为羊的。掉马羊，掉马成为羊，那个人的名字。对，什么羊？陈维阳啊，陈维阳，有人的名字叫陈维阳。哇、哦，他快躲在后面射我的神局哦！谁啦谁啦？那骷髅弓箭手忽然探头从那个墙壁探一半的脸出来。哎呦，吓死人！打他，杀他，杀全家！耶，杀他全家，打他妈妈、嗯！不要打人家妈妈，妈妈妈妈，这可以挂吗？记得时钟不是可以挂在墙上吗？啊，要做那个板子才能挂的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的妈妈过了就不再回来。离家出走？你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好好说话。我拿到一个花岗石阶梯，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什么傻事？哎呦，真的变成农家嘞！哇，好酷哦！我只能住在这里了。啊，就塞你讲的。我要不要把小麦拿去？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做的？我不会做这个哎。啊啊，修啦，北西哦。你送啥啦？不是啦，这个怎么做？你怎么做出来的？这是谁做的？做什么？这个啊，可以放鱼的，你看好酷哦。哎、欸，我们需要走位啦。阿神做的、哦，还是阿神去给他偷来的？这个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，我是有看过这个东西，可是我没经历过这个年代。我没有经历过可以用这东西烟熏的年代啦。肚子饿了。真肚子饿，三次元的肚子饿。小光家不是猪圈、哦，开玩笑。小光，你看看你都没做事，有啊，我在做基层的，好不好？我在养活他们的肚子，他们想吃什么我就供应给他们呢。什么叫我没做事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没做事啊。有，你看我的小麦已经种了几组去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可是我从来没吃过你的小麦。不用吃啊，都拿来喂羊的好不好？拿来喂那个陈维阳的。陈维阳有听到吗？我在喂。哎、欸，我应该要接吗？是接一下啦，拜托。哦，这样我很尴尬。维阳，嘿，维阳，维阳，吃个维阳，维阳吃，嘿，维阳吃完。四个男人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这个欢迎。哦，等一下哦，骑不出去。我把这只马骑到这里来。你怎么？加个加。我记得马吃什么？马吃什么会补血啊？吃草。马吃草会补血，所以喂它吃小麦会补血吗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怎么会打壮油？酱油？等一下，你后面有人，我们打他。是不是？你看我这是一个好人。哦。吃欢喽！吃完喽，我要吃，我烤鸡哦，鸡米太米，到底会不会唱了啦？不会啦，我不会唱，你不要勉强我唱那首歌。欸、又勉强啊，这样又勉强你。为什么要勉强我？鸡米太米，baby，
请你太美，Baby，请你实在是太美。